都係跳一啲 K-pop 嘅舞蹈喎。咁啊，我將個麥交俾佢哋嘅其中一位代表講兩句。Hello 啦，我哋係 Poly UCC Dancehall 嘅成員啦。咁我哋今日會我為大家帶嚟一啲 K-pop 嘅勁格嘅男團風啦。咁我哋其實我哋淨係組咗呢個 team， 可能大概半個月左右嘅啫。咁但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睇我哋嘅表演啦。多謝。好，我哋俾啲掌聲鼓勵。鼓勵呢班年青嘅女仔跳啲好型格嘅舞蹈。節目是非常之豐富的，在整個下午的時間我們都會邀請到不同的年輕人來到可能做一些 busking 唱歌啦，又或者是做一些舞蹈表演的，讓到我們今天充滿著年輕人的氣息下，同時間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攤位啦，多謝我們這麼多個攤位的負責人非常之用心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其實由十二點鐘嘅時間咧，我哋已經開始進行我哋嘅活動啦。咁每個攤位咧，其實都會有唔同嘅信息噶噃。咁啊，例如咧，我哋今日又有小型賽車啦，甚至乎可能咧，我哋有少年警訊嘅團隊喺度啦。咁加上咧，我哋仲有毒品調查科啦。咁佢哋咧亦都要帶出翻咧
毒品嘅危害喺邊度咯。咁啊，此外咧，仲有啲無人機嘅活動啦，同埋咧，我亦都見到咧，有啲小朋友好中意佢哋有啲 kids 嘅 maker 喺度做緊噶。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咧嘅活動真係包羅萬有啊！再次咧要感謝翻就係九龍總商會同埋咧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咧，佢哋今日合辦咗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。好，咁我哋邀請埋咧，我哋頭先理工大學嚇 A 隊咧嘅成員一齊上嚟影相啦。咁啊，年青人跳舞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活動啊！咁啊，講緊咧，其實除咗要練習一下音樂啊、節拍感之餘啦，咁啊，另外團隊合作都係好需要噶。咁啊，相信佢哋大家啦，譬如今日著嘅衫啦，大家應該咧都全部夾好曬佢哋嘅顏色嘅配搭啊。咁啊，其實團隊咧好多嘅溝通咧都需要大家一齊協作咧，先至可以順利進行噶。咁再一次多謝曬理工大學我哋 A B 隊嘅舞蹈團咧，為我哋帶出精彩嘅表演。唔該曬咁多位 ，thank you。亦都多謝曬九龍總商會嘅代表。好啦，接住落。